波开着去攻审我们的父母，怪我们的父母，那今天你就是一个王八蛋。你这种人谁敢跟你当兄弟，谁敢跟你当朋友，从小到大对你呵护备至，花了这么多钱栽培你，长大之后开直播骂父母，就我看你父母是全世界对你最好的，该骂的开直播该攻审的是你自己，在骂的是你自己。孙安佐我懒得讲他，看他在那边骂。安佐刚刚好有认识，也没有很认识啊，拍过两次片。那你也有带你妈妈来跟馆长聊天，我看新闻你在那边讲那些话，我觉得很多余、啊。你又在那边出来讲你的家人，你知道在我们旁人看来我是很羡慕的。你今天为什么这一口流利的英语？你爸妈花了多少钱供你从小到大，让你念的康桥，让你出国留学？光这一点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台湾多少的父母都做不到这么优渥的环境，是因为你爸妈，不是你吧？当年你遇到馆长，你说要好好当一个选手，选手嘞？你他妈，我看你的直播，你说你24岁，你说他超强，是强什么强？强什么了？背景很强，父母很强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这么好的父母，你都敢去攻审他？你这种人哦，我还是劝大家哦。有多远闪多远，谁敢跟你交朋友？爸妈这么疼，你说你爸怎么样放浮水？我妈以前还，我们那个时代，我每次感冒就真的啦，我没骗你啦，我妈也叫我喝浮水啊。就是大人为什么？大人对你，他已经觉得你那种人就是这样，当人用好的方式希望你浪子回头，他会开始去听信。这是父母的爱嘛？为什么人会去信神棍？他的出发点都是爱。就我看，你父母是全世界对你最好的人。你该骂的、开直播、该攻神的是你自己，在骂的是你自己。你今天没有关在美国，你就要感谢你的父母。坐20几个小时的飞机去那边陪着你几个月，你的父母是该死啊！不论你做了什么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什么遛鸟侠啊，什么以前玩枪啊，但是自己的父母，人家没对不起你。